各位早晨，我林可盈。国际搜救人员在北大西洋海底发现失踪观光潜水器泰坦号的碎片，证实潜水器发生内爆解体，潜水器入面的五个人已经罹难。观光潜水器泰坦号在北大西洋失踪约四日之后，搜救人员当地星期四朝早在距离铁达尼号船头残骸约500米的海床找到属于泰坦号的碎片。负责统筹搜救行动的美国海岸防卫队说，遥控潜水器找到多件碎片，包括泰坦号尾部压力舱，显示潜水器出现灾难性内爆情况。 The ROV subsequently found additional debris.In consultation with experts from within the Unified Command, the debr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atastrophic loss of the pressure chamber. 梅杰表示已经即时将结果通知家属，并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他们会继续搜寻泰坦号五个乘客的遗体，但由于海床情况难测，暂时难以确认几时会找到。梅杰说，遥控潜水器会继续在发现碎片的海域收集更多资讯，又表示在搜救行动期间放置的监听系统并没有发现任何灾难性内爆的声响。参与的医疗人员和九艘船只将会离开。泰坦号营运公司海洋之门探险在美国海岸防卫队公布消息之前已经表示，潜水器内的五个人恐怕已经罹难，又感谢所有参与搜救的人。泰坦号星期日朝早下潜不够两个钟就失去联络，美加等国随即展开搜救行动，而泰坦号内的氧气在当地星期四朝早就耗尽。今次罹难的五个人分别是58岁曾经在去年6月参加太空旅行的英国亿万富豪哈丁，48岁英籍巴基斯坦商人达乌德，和他19岁的仔苏莱曼，77岁法国前海军潜水员纳尔若莱，和海洋之门探险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拉什。无线电视记者陈宇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认为自己早前涉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言论不会损害美中关系，仍然期待短期内会晤习近平。美国传媒说，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不满拜登说习近平是独裁者的言论，批评是政治挑衅，敦促美方采取行动补救，否则要承担一切后果。美国传媒引述中国驻美大使馆声明，说驻美大使谢峰星期四就美国总统拜登贬选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言论向美国白宫和国务院正式提出强烈抗议，严厉斥责拜登的言论，形容是抹黑以及严重违背事实，违反外交礼仪，冒犯中国政治尊严，和美国作出的承诺背道而驰，并且损害双方的互信。声明说，拜登言论的影响非常负面，中国政府和人民深感受到冒犯，并一致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采取认真行动，消除相关的负面影响，以符合美方以往的承诺，否则美方要承担一切后果。拜登曾经说过，美国尊重中国的政治体制，无意寻求改变它，但声明指出，美方最近有关中国政治体制和最高领导人的不负责任言论令人质疑美方的诚意。声明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接受针对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挑衅，将会坚决回应。拜登星期二在加州出席筹款活动的时候，形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中方对此表达不满。拜登星期四在白宫会晤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后，回应早前涉及习近平的言论，认为不会令美中关系受损或复杂化，仍然期待短期内会晤习近平。I expect to b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sometime in the future, in the near term, and I don't think it's had any real consequence.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就表示，中美之间存在分歧不足为奇，美方会毫不犹豫坦率表达双方的分歧。无线电视记者陈宇桥报道。出访法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分别会晤总统马克龙和总理博尔内，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发展，令两国务实合作再上新台阶。
兩國總理見證簽署航空、太空、核能等多項合作文件。國務院總理李強繼續在法國的訪問，星期四到巴黎愛麗舍宮會晤法國總統馬克龍。李強指出，中法、中歐各有優勢，要進一步加強合作。中法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亦都是負責任大國，具有共同的戰略觀、大局觀。中方願意同法方繼續加強在國際事務上的溝通協調，支持對方有益倡議，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促進世界和平穩定。馬克龍說，法方高度重視法中關係，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願意同中方通過法中戰略對話、高級別經濟財金對話、高級別人民交流機制加強協調。愛麗舍宮說，馬克龍同李強討論了台灣同烏克蘭問題。而法國總理博爾內在榮軍院為李強舉行歡迎儀式，軍樂隊高奏中法兩國國歌。李強在博爾內的陪同下檢閱了共和國衛隊。兩個人之後舉行會談。李強指出，中方願意同法方堅持互利互惠，推動雙邊貿易平衡發展，相互擴大市場准入。中方始終是歐盟為多極世界中的重要一極。中歐加強合作是基於各自利益的戰略選擇，中方願意同歐方加強宏觀政策協調，為雙方開展長期穩定合作創造條件。博爾內表示，法中交流頻繁，合作緊密，法方願意參與中國高質量發展，歡迎中國企業投資，歐盟堅持戰略自主，不支持脫歐斷鏈。會談之後，兩國總理共同見證簽署航空、太空、核能等領域多項雙邊合作文件。李強之後同馬克龍出席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峰會主要議程包括6個主題討論，涵蓋多邊發展銀行、綠色合作、債務與特別提款權、私營領域、創新金融工具、信息數據等。無線電視記者陳宇橋報導。回來本港，港鐵旺角站有列車出現設備故障，觀塘線列車服務一度受到延誤。港鐵朝早大約7:30公布，由於有列車在旺角站出現設備故障，觀塘線來往黃埔和調景嶺站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15至20分鐘。其後出現故障的列車被移離行車線，觀塘線列車服務大約8:00逐步回復正常。港鐵加強設施保養和維修，但是服務時間可能會縮短。據了解，港鐵考慮在週末調整服務時間，不過工會就說有其他的辦法，不用影響乘客。港鐵因應列車事故進行檢討，決定在未來5年投放650億，加強鐵路設施保養和維修。這些工程何時做，港鐵說探討緊，提及可能要延遲開出頭班車和提早收車。如果是這樣的話，開早班或者是開夜間的市民都可能受到影響。那你之前是已經是應承了是這樣的時間的，那應該 是已經考慮了，就是那個維修好了，那為什麼現在又突然之間又縮短回那個時間，就說我不夠維修時間，就是我不好像有一點保姆導致了。兩個都可以兼顧啦，你收早又不是很早，都成12:00。開早都夠我哋可以翻工用啦，咁你維修係好重要噶嘛，出事係好大件事噶嘛，假期嗰時候咪多啲時間咯。港鐵而家每晚收車去到第二日頭班車服務，相距有5個鐘頭，不過只用當中2個鐘頭去做維修。港鐵工會話，因為港鐵有規定，例如係要等所有列車翻廠之後先可以工作，認為將來加強維修嘅時候，公司應該調整指引用盡呢5個鐘頭，而唔係縮短服務市民嘅時間。除了尾班車開出之後咧，我哋仲可能有冇公共車會過啊？諸如此類安嘅行車嘅安排，究竟幾時可以落到路軌去做嘢？我哋都係要等對指示先至可以做，先可以落到。有冇得壓縮嚇，或者用技術去改良有關嘅程序啊，令到我哋可以喺呢段時間去進行額外嘅時間咧？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向港鐵了解過，只會在部分日子延長維修時間，做法類似2021年東鐵線路軌接駁過海段的安排。
佢哋都會避開一啲繁忙日子嘅。咁估計咧都係好似之前嗰次咁啦，譬如話禮拜六日啊，又或者係一啲長假期啊期間去做。咁喺呢啲日子咧，可能嗰個影響就唔會話非常之大。他說港鐵要預先通知乘客，並且提供接駁巴士等其他交通選擇代替。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中環海濱近年成為休閒和表演的公共空間，不過又會即將圍封起港鐵隧道，而龍和道亦都需要間歇封路。大會堂對出呢一幅嘅新填海土地，2014年開始就用作臨時活動空間，近年不時聲聲不息。不過即將又要大興土木，港鐵要在這裡興建一條長半公里的隧道，讓東涌線和機場快線列車掉頭，以加密班次。早在90年代規劃兩條鐵路的時候，已經評估建造這一段的隧道，當時就認為沒有迫切需要。隨著東涌線每延長加車站，有掉頭隧道就可以增加班次。工程估計要做7年，大半的海濱活動空間會變成地盤，龍和道亦都需要不時臨時封閉和改道。你擺空咗咁耐啦，查實冇咩生意，多啲嘢做，啲人工人多啲公開，維持翻一段呢、這個近海嗰個走廊咧，我就冇問題嘅。咁佢嗰個間隔嗰度啊，要做得美觀啲啦。有當區立法會議員就批評政府規劃缺乏前瞻性。咁呢個肯定唔係一個理想嘅一個狀況嚟嘅。咁所以即係我自己估計咧，呢幾年咧，佢工程期間咧，肯定會對成個中環海濱嘅活力啦、活動啦、吸引力咧，都會大大下降嘅。政府一直就以一個叫做需求主導，需求主導嘅意思係咩咧？未有嗰個需要嘅時候，我哋就唔理佢住啦，直至到有需要，我哋先去做。咁所以咧，永遠係喺遲個發展嘅需要嘅。有專家就相信，以直接開挖係最符合成本效益嘅做法。轉挖機的方案就似乎就即係唔太合成本效益啦，因為即係實在轉好少地方。咁另外我哋都有第二啲方案，譬如話一啲叫top down， 我哋一啲客即係做咗個上面嗰一層，跟住我就封翻個頂回翻去之後，我哋先至做下低啊，咁就做好多 underpinning 嗰啲嘢。咁但係咧呢啲方法咧就係非常之複雜，亦都係好昂貴。咁通常嚟講咧，係除非即係無可避免嘅情況底下咧，先至會採用。路政署話啦，呢個工程嘅財務資助喺當年嘅機場鐵路項目下已經批出，咁政府唔會再提供資助。換言之，如果工程係超支或者延誤嘅話，所有費用會由港鐵自己承擔。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星島日報社論。安老院舍宿位供不应求，为鼓励发展商在新发展项目中兴建和营运安老院，港府决定放宽现行做法，不再限制每幅用地可获豁免地价的合资格院舍数目等，试行3年再作检讨。新措施令楼面大幅增加，为发展商兴建安老院舍提供更大诱因，而发展商确认有利可图之下，相信会积极参与，既可缓解政府兴建院舍的压力，也有可能让其进军安老业，促使业务多元化。经济日报社评，近年诈骗层出不穷，通讯事务管理局将推出由公司所发手机短信的认证制度，由银行开始试行，未来需核实及登记才可以经电信商发放信息，阻截偽冒銀行的 SMS 只是保障公眾的雲雲法門之一，監管和執法機構要與時並進，緊貼海外案例和規管，準備應對生成式人工智能趨增的挑戰，及早宣傳教育，減少市民損失。文匯報社評，香港交易所紐約辦事處啟用，更緊密連接香港和紐約這兩個全球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提升對北美地區的服務，鞏固香港超級聯繫人的地位。近年港交所不斷優化上市規則，持續發揮吸引企業來港集資融資的作用，主動走出去加強與全球市場的聯通，突顯香港不只是接線層。
嚟到中华掠影嘅时间。湖北武汉组织年轻义工团队利用公余嘅时间为游客导览，讲解汉口嘅历史建筑同城市文化，一齐睇下。游客呢一日喺武汉游览汉口历史风貌区，沿途听义工讲解百年故事。做义工已经六年的陈嘉丽是金融从业员，她对汉口的旧建筑很有兴趣。我在讲解的过程中也经常得到观众的这个肯定和认可，然后让我觉得有一种被需要被认可的这种感觉，让我觉得也很开心，就是有一种很愉悦很有成就感的这种感觉。2017年江岸区组建城市文化与历史建筑导览青年义工团队，以旧建筑为脉络，讲解老汉口近现代商业文化、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成员来自不同的行业，因为对城市的热爱而聚在一起，利用周末化身讲解员。就是每个人都会结合自己讲出自己的一个特色，其实这也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感情的分享。他在这个老建筑前，他比如说武汉市美术馆，原来是武汉市少儿图书馆，他在里头读过书，他甚至知道里头的一个变迁、一个历史和过程，讲解起来就讲他的经历就相当生动。江岸区是汉口历史风貌区重要组成部分，有62处市级以上的文物建筑，169处优秀历史建筑，更有18处列入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目录。上海一间新开的咖啡店聘请有轻度认知障碍的长者，为银发族提供复康的环境，一起看看。吃加卡布基诺的吧，就按一下。杨浦区这间时光驿站咖啡店，62岁的义工刘全美在度提示紧75岁有轻度认知障碍的游志平怎样操作这部自动咖啡机。他的动作虽然慢了少少，但是认真的工作态度受到顾客的尊重。我们要耐心一点吧，就多指导指导他们，包容他们，就是将来包容我们自己。店内请了17名患有认知障碍的长者担任接待员、收银员，甚至是咖啡师。我们目前的话，老龄化比例已经达到49%左右。那么就是说，相应的就是我们社区里面的认知障碍老人的人数也比较多，我们就把这公益服务跟我们的认知障碍的服务相结合在一起。上海现在有大约550万名的长者，预计人口老化的问题会在2035年达到高峰。当局认为及早帮助有认知障碍的长者，可以令到他们学到更多的新事物，识到更多的朋友，同埋尽量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无线电视记者徐宁心报道。电影进入数码化年代之后，以往用菲林影的电影又会不会令人回味呢？吉林长春就有人将珍藏的电影定期去到社区放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长春这个社区广场这晚放映用菲林拍摄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居民自备凳仔看得津津有味。我也一小也喜欢，原来我一小在农村，哪块有电影多少里地都去看去，这也一种也是一种情怀。沾上海，沾上海离我们家那有40里地，我们骑自行车去的。哎，我还有还隔一道河，那时候我一看那个电影非常触动，就像身临其境似的。他至今收藏大约40部这些用菲林拍摄的电影，为了更好地保存菲林，冬季甚至不用供暖设施。冬夏天还行，夏天把窗都开，因为它属于这个胶片嘛，因为都40-50年了，这需要一定的温度、一定的湿度，就是供暖都停了，不能供暖，尤其是地热，就怕地热，因为本身这么多年它变形。他近两年每个礼拜抽出3晚带同设备在不同社区放映，每场平均有200个观众。就是没白付出，就是啥呢，就是场面非常震撼，但没成想有这么多人喜欢这老电影。他说只要有人看就会坚持放映。无线电视记者王永琪报道。这节中华掠影报道完了。
早晨，欢迎收睇《开市打击》。美国股市个别发展，标指同纳指连跌三个交易日之后回升，道指就偏软，收市微跌四点。港股方面，恒指低开83点，睇下最新嘅市况。恒指报19059点，跌158点，成交超过24亿。转睇下期指。即月期指跌180点，下月跌198点，成交超过8600张。最活跃港股嘅最新造价，阿里巴巴升3毫，友邦跌1.05元，紫金矿业升4仙，腾讯跌2.6，美团跌2.5。比亚迪跌0.8，领展跌5.5毫，百度集团跌0.8，建行跌2仙，平保跌3毫。人民幣櫃台最活躍港股，阿里巴巴係升0.1元人民幣，百度集團同埋京東集團暫時係冇起跌，京東健康係跌0.25元人民幣，美團跌1.3元人民幣，聯想集團跌0.07元人民幣，至於京東健康係跌0.5元人民幣，美團跌1.7元人民幣。恒生科技指數跌47点，報3914点。先看下汽車股的表現，內地延長新能源車免徵車輛購置稅，去到2025年年底，2026年至到2027年期間就減收一半。汽車股今早普遍向下，當中以惠小利的跌幅相對較大，小鵬跌幅半成過外，做41.05元，蔚來跌4%，比亚迪仍然偏軟，要跌2.2元，做261.8元，吉利汽車跌2%，做9.38元。轉睇下啲旅遊相關股，中國旅遊研究院預計，內地端午節假期會有1亿人次出遊，相當於按年增加大約30%，帶動大約370亿元人民幣旅遊消費，推算按年升43%。不過旅遊相關股普遍向下，當中三大航空股暫時跌1%到2%，東方航空跌大約係3%，做2.62元。至於經營買飛平台嘅攜程暫時靠穩，升4毫，同程旅行跌1%，做16.86元。轉睇下石油石化股嘅表現，受到環球利率上升影響，油價下跌大約4%。紐約期油由兩星期高位回落，倫敦期油就由上個月24日以嚟最高回落。石油石化股早段普遍向下，三桶油跌大約1%，中海油跌1.2毫，做11.04元，中石油要微跌2仙，做5.47元，中石化跌1%，做4.47元。轉睇下啲遊戲股嘅表現，內地批出89款國產網絡嘅遊戲版號，包括係騰訊、網易同埋中手遊旗下嘅遊戲。遊戲股早段仍然要向下，騰訊跌1%，做336.6元，網易跌3%，做147.2元，中手遊冇起跌，做1.72元。個別遊戲股係逆市靠穩，升到1%，包括係只網龍，現價做14.6元。轉睇下其他焦點股嘅表現，國泰航空預計，由於一項視為減持國航嘅交易產生大約19亿，一不過非現金收益入帳等等，預計上半年集團會錄得盈利，並且對夏天客運高峰期嘅需求樂觀，早段股價帶動唔大，冇起跌，做8.19元。港鐵星期三話，未來五年投放超過650亿，更新鐵路設施同埋保養維修。不過今朝早就出現列車故障事件，港鐵股價早段偏軟，跌5仙，做36.2元。英國加息有利銀行息差擴闊，睇下銀行股嘅表現。匯控同埋渣打今早股價仍然要向下跌1.2%，匯控跌1%，做60.2元，渣打跌2%，做66.6元。聯想集團主席楊元慶減持公司股份超過6200万股，套現大約5亿3千万。聯想股價向下跌1%，做8.02元。四洲集團發盈起，預期去年度嘅盈利最多增加2.5倍，股價帶動唔大，冇起跌，做2.5毫半。開市打擊到呢度。
各位早晨，我林可盈，先睇一啲财经消息。国泰航空预计上半年会扭亏为盈。国泰五月载客量超过141万人次，按年增长23倍，运载率升24.7%，去到85.1%。货运量按年升18%，但系运载率跌14%。国泰表明航空业务强劲反弹，今年以嚟继续录得经营正现金流。由于一项视为减持国航的交易，产生大约19亿一笔过非现金收益入账等，预计上半年集团会录得盈利。公司对夏天客运高峰期需求乐观，相信学期结束之后，留学生返香港会推升客运量。但是现在是传统货运需求淡季，即使一般第三季尾开始回升，由于市场供过于求，预计竞争会更加激烈。内地端午节假期第一日，旅游需求明显增长。中央电视台引述交通运输部统计，全国公路发送旅客近3100万人次，按年增长66%。航空公司每日平均计划超过16000班次飞机，日均载客量198万人次，较疫情前有增长。上海、深圳、杭州、北京等之间都是热门航线。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假期合共有1亿人次出游，相当于按年增加大约30%，产生大约370亿元人民币旅游消费，推算按年升43%。内地澎湃新闻引述网上旅游平台统计，假期火车预订量按年升大约30倍，机票预订量升超过7倍，但是机票平均售价较五一假期低大约10%。戏飞预订平台就统计，截至星期四下午，电影票房已经超过20亿元人民币。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预计，今年仲会加息一两次，但是步伐会更加谨慎。美国联储局上个星期维持利率不变，终止连续10次加息。主席鲍威尔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发表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嗰阵，解释系为咗减慢加息步伐，因为已经接近理想嘅利率水平，唔希望过分收紧货币政策。但是强调，如果经济表现符合预期，即是继续轻微增长，冇硬着陆，失业率稍为上升，通胀继续缓慢降温，今年可能要再加息一两次。We're getting very close. We're at least close to where we think our destination is, where we think it is, and it only makes common sense to move at a, you know, at a careful pace. We think we're within a couple of rate hikes of the level we need to get to. So we don't see that happening anytime soon. By the end of 2024, the median participant did have some rate cuts, but that's going to depend on how the economy performs.联储局部分官员亦都有类似观点，理事鲍曼认为物价基本上仍然高企，所以要进一步加息多过一次，才能够令到通胀持续大幅下滑，但系冇表明希望加到乜嘢水平。理事姆联储银行行长巴尔今亦都认为唔能够确信通胀持续下滑，所以如果有需要支持进一步加息，强调要吸取1970年代石油危机嗰阵过早停止收紧货币政策，结果通胀再度飙升嘅教训，但系唔会预测下个月会唔会咁样做。不过今年议息嗰阵有决策权嘅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仲有亚特兰大联储银行行长博斯蒂克，都示意唔应该再加息，先观望金融业受压对经济嘅影响。经历直工银行等三间银行迅速倒闭之后，联储局除了计划将较严格的资本规定适用范围扩展到资产值1000亿美元以上的中型银行之外，更加考虑要求8间最大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升到20%左右。路透引述消息话，银行界正是尝试反抗游说减弱收紧监管的程度，担心过分约束业务发展。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谦报道。最少4间央行同日加息，当中英伦银行出乎预期大幅加息半厘以压抑通胀。欧美通胀仍然高企，多国过去一年几积极加息之后，收紧货币政策周期似乎未有完结迹象。英国核心通胀创31年高位之后，英伦银行继2月之后再次加息半厘，加幅较市场预期的1/4厘大，指标利率升到5厘，是超过15年高位。
挪威央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同日分别加息半厘和四分一厘，指标利率亦都升到大约15年高位，土耳其亦都超过2年嚟第一次加息。四间央行都示意未来会继续加息，当中英伦银行关注有重要信息显示通胀坚持在过高水平，要更长时间才能够回落，所以必须果断大手加息。更加批评现在薪酬上升还有企业加价的情况不可以持续，暗示若果有需要不排除英国经济要陷入衰退。We're not expecting, we're not desiring a recession, but we will do what is necessary to bring inflation down to target. To do that, we cannot continue to have the current level of wage increases, and we can't have companies seeking to rebuild profit margins, which means prices continue to go up at their current rates. But if we don't get inflation back down to target, then it goes on for much longer, and the pain goes on for longer.市场对英伦银行加息预期随即升温，曾经估计有近一半机会今年底最终加息到6厘25，多间大行都调高息口预测，例如高盛和富国银行都估计八月再加息半厘，九月亦都会加息四分一厘。德意志银行形容现在觉得英伦银行会以正常步伐加息是错误，估计利率最终可能高见6厘。富国相信金融环境更加快收紧，最终拖累英国经济轻微衰退，估计在今年第四季至春年第一季出现。楼市可能率先受冲击，近期多间银行已经调高按揭利率到6厘甚至更加高，有代理担心不少原本出租房屋的业主可能因为租金追不上被迫卖楼。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谦报道。其他消息，宁夏银川市一间烧烤店气体爆炸造成31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拘留烧烤店负责人等9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全力救治伤者，严肃追究责任。银川市当局向公众致歉。烧烤店位于银川市兴庆区，片段见到现场火光熊熊。事发在星期三夜晚8点几，根据报案的店员说，事发前一个钟头闻到石油气味，发现液化石油气罐阀门坏了，在更换阀门期间爆炸。事发那阵是晚市高峰时间，很多人在这里吃东西。煤气罐一下爆了，然后第一点煤气罐爆了，隔了几分钟一下已经提前气管都已爆，然后二楼做的包间把房顶直接冲了一个大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话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令人痛心，教训深刻，要全力做好伤者救治和伤亡人员家属安抚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要求有关部门近期进行一次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意外之后第二日，烧烤店一带仍然封锁，可以见到严重损毁。内部同样一片狼藉，台上面仍然有食客食剩的食物。内地传媒报道，银川多间食肆都是使用今次发生爆炸的液化石油气罐，原因是管道燃气安装费由几万到10万元人民币不等，很多商户没办法负担。而自行更换阀门属于违规，因为液化石油气是特种设备，应该由专业人士更换，若果操作不当会挥发气体有爆炸风险。宁夏银川市政府星期四夜晚召开记者会，首先向遇难者默哀，并就事故致歉。这是宁夏多年来最为严重的安全事故，我们深表痛心，深感内疚。在此，我代表银川市委、市人民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沉重哀悼，向遇难的家属、受伤人员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向全市人民表示深深的歉意。当局话会积极配合国家展开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绝不姑息，同适时公布调查结果。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平报道。本港有专家话，当闻到石油气味的时候，好可能是气体泄漏的先兆之一，应该尽快关闭供气阀门，请专业人士检查，切勿自行更换部件。银川烧烤店用的罐装石油气，香港很多家庭和食肆都有用。有餐厅说用完一罐就会自行更换，
通常都是煮法啦，半个月到啊，或者一半啦，一般都好少漏气嘅。通常我哋啲时间长咗，我哋要换啊嘛，换石油气啊嘛，换嗰啲喉啊，漏气嗰啲自己都闻到嗰啲石油气味都知道噶啦。本港过往亦都曾经发生过石油气管爆炸。2017年，土瓜湾一间茶餐厅有接驳石油气嘅喉管泄漏，产生爆炸，导致四人受伤。去年6月，西营盘亦都有洗衣店，店入面嘅干衣机石油气管爆炸，一人受伤。有专家话，如果发现石油气管有问题或者怀疑泄漏，唔应该自行更换部件。漏咗一段时间啦，当佢哋即系话系闻到的话咧，应该咧佢个注意嘅地方咧就首先咧将个供气嗰个樽咧首先系闩咗佢先，唔好自己走去喐动其他嘢咯。以为闩咗个樽之后咧就可以冇气漏啦，其实个喉管里面都仲有余气噶嘛。咁你拆任何一样嘢，佢突然间有大啲嘅缺口，边个走嘅漏出嚟嘅石油气同氧气嘅空气嘅氧分，再加埋有火焰咧，就好容易会产生呢个自然爆炸。他建议更换石油气的时候在接驳口喷上少量碱水，如果起泡就代表有气体泄漏，需要联络专业人士修理。无线电视记者陈金报报道。乌克兰用导弹攻击连接克里米亚的桥梁，干扰俄军补给线。俄罗斯说乌克兰今个月初发动的反攻损失惨重，但是总统普京说乌军仍然有战略储备未动用。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州俄控地区一条连接克里米亚的大桥星期四遇袭严重受损，当地官员检视损毁情况，未有人伤亡。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表示，初步调查之后，条大桥遭四支导弹攻击，其中一支击中条大桥，而在现场检获的碎片显示，导弹是在法国制造。乌克兰本土和克里米亚半岛主要由两条干道连接，遇袭的大桥是其中之一。虽然当地官员说不会影响两地交通运输，但通车的干道严重挤塞。乌克兰说行动目的是干扰俄军的补给线，更多的攻击陆续有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听取军方汇报最新军情。乌军在今个月初发动反攻以来，虽然损失惨重，但普京认为乌军的进攻潜力仍然被用尽，一些战略储备未使用。西方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备，但乌克兰可动员的预备亦有限，这个只会令到乌克兰战斗至最后一人。而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会上表示，俄军已经招募大约114,000人，另外超过50,000个志愿者参军，将会在今个月底完成组建预备役部队。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在英国出席一个有关乌克兰重建的会议时说，乌军反攻需要一些时间才可以取得进展，呼吁乌克兰人耐心等候。无线电视记者黎再山报道。巴西联邦选举法庭开始审理前总统博尔索纳罗涉嫌选举违规的指控。联邦选举法庭星期四开庭处理博尔索纳罗被政党指控去年大选入面滥用总统职权，串召爱国使节，毫无根据地抨击电子投票机制有问题，为自己的选举宣传造势，对其他候选人造成不公。调查人员又在前司法部长的屋企发现草拟的备忘录，提到如何推翻选举结果。辩方律师说，针对博尔索纳罗的指控注定失败，法官休庭去到下个星期二续审。博尔索纳罗一旦罪名成立，会被剥夺参政权，2030年之前都不能够出任公职。博尔索纳罗否认指控，强调自己没有犯错。他在去年10月的总统选举输给前总统卢拉，未能够连任。中国和印尼合作建造的雅曼高铁列车试行时速第一次达到350公里，达到设计速度标准。雅曼高铁在昨日的逐级提速测试，由时速180公里逐步提升到设计时速350公里，行车稳定。按照设计，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85公里，
经过验证轨道、供电、信号等的系统达到设计要求，为后续开通营运提供有力支撑。连接雅加达和万隆的雅曼高铁全长 142.3 公里，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亦都是中国高铁第一次全系统海外项目，全线采用中国技术。落成之后，由雅加达到万隆的行车时间由三个几钟头缩短到40分钟。东方日报社论，一个涉嫌制作儿童色情物品被还押的六旬男人声称不适，被押解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趁惩教主职员不察，竟挣脱手铐逃出医院。若非他的女大义灭亲主动举报，随时到现在仍然被张之缉捕归案。必须指出，走犯姿势体大，一旦这些疑犯逃走之后再犯案或者逍遥法外，不单只是对法治之区的最大讽刺，更随时危及社会治安。信报社评，香港劳动人口显著减少确是事实，输入外劳原则上无可厚非，防止无良雇主钻空子乃输入外劳计划必须堵塞的漏洞。审批固然要严格，还要拆解那些先降低工资以便申请输入廉价劳工的奸招，有效保障本地员工权益，也都就能够尽量消弭社会矛盾和怨气，对于维护国安也都有帮助，免却别有用心之徒挑拨离间。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表明将于今年九月收回粉岭高球场32公顷土地，但争议并未因而止息。高球场发展规模不大，但争持之多，耗时之长超乎想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特区政府需坚定不移落实发展计划，因为这个关乎政府的管治威信，关乎香港如何进一步推进良政善治。转头有另一节新闻，